对方感觉受到尊重，才会对你有好感。不同处就在这里，明白吗？我要是没去向陆先生道歉的话，今天晚上可能会睡不着觉的。快乐不是来自于每天都顺利，而是开心地接受每一天。方丈说的好简单，可是做起来好难啊。唐朝小栗子。